者板琴凉，残血的话是有大波的，哇漂亮，这手抽杀过波，但是拳王秀王马上血条闪动，赛躲，双方对躲，好吧，后发先至，有点帅，有点狂，大波。OK 的，宝贝们，来看这局啊，这场比赛有 EP 的拳王亲王 vs RP 游小稳啊，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这场比赛依旧是无限技，不可防御，不能 AB， 只能裸杀的局啊！一旦拳脚摸到对方呢，就要被罚下该角色，非常疯狂。来吧，在西，这指定头角色确实比较强势啊，不能 AB 的，只能后后。哇，再躲，我的天哪，超杀反制超杀，可以。哇，这威斯你还真别说啊，有说法的。拳王，拳王直接裸。再跟，我再跟无限连啊！好家伙，有点帅。来看下一局，哇，这拳王亲王刚上来来个猛料啊，怪不得选择 EX 模式是吧？看一下小稳，想裸杀没用的，但这个波呢打中对方也要被罚下，对，只能放超杀啊，拳脚或者必杀呢都不行。看下一回合，拳王亲王耳发出场角色。拉尔夫啊，有宇宙幻影的，喂，没打中，乘马疾炮拳行，乘马疾炮拳不能再接连断，再乘马疾炮拳，跳是跳不起来的，还不能 AB， 这下很痛苦。OK， 大蛇也不行，难受，小粉被压在板边动不了，还好却反，但是不敢用拳脚碰到对方啊，哈哈，小粉太难受了。温州赛罗大蛇 OK 无限连，哇，这个模式感觉柴收不弱呀，只要残血了 EX 模式对吧，就摸中一套就带走，没脾气。拳王亲王最后一个收底角色夏尔美啊，看夏尔美怎么秀，直接裸裸啊，裸起来了，再怼哦，再怼，行，来看下一回合，小稳这边听啊，这边的听怎么讲？怎么讲 ？OK， 直接裸，好的，感觉听这个角色在此版本的超杀不是那么强势，先杀一波，再裸，你看根本拼不过啊，他不像。怎么讲？不像十三吧，差不多啊。十三有 max 超杀的，就那种大波的超杀啊。坏了，小稳这边波动又打中对方了，那只能罚下了。享受黑光，好吧，比分1-0。来看下一局，你像这种比赛对吧？我觉得很多观众，打起来跟高手应该差不了太多啊，因为没有什么细节的操作，就是躲。啊，就是掌握距离，就是裸，对，躲，距离，裸，这三点非常重要啊，其他的其实都还好，因为不让防嘛。好，罚下的是千鹤，开局在干什么？直接罚下，哇，这真是没脾气了，不能手贱啊，不能手抖。看一下拳王亲王耳发出场的角色，真无啊，真无这个版本感觉不强啊。来喽！哦，直接裸吗？布阵啊 ！OK， 这个模式你还真别说这啊！接升龙，你在干什么？拳王亲王，大好的局势接升龙。好吧，这真是没脾气了。看下一回合，拳王亲王最后一个收底角色，这边的夏尔美啊，没脾气。变成雷下，雷下确实有说法，但是不让 AB， 刚才 AB 了，难受。拳王亲王这两边都有不同程度的犯规啊，很多都是下意识的，对，很难，就你很难控制啊，高手本能了，说是疯狂裸，再裸，漂亮。来看下一局吧，看这局怎么说啊。拳王亲王对游小稳这个规则确实，嘿嘿，感觉很有说法。
首发比利吗？感觉这比利能穿三啊。小本这边这三个角色裸杀都好弱呀。喂，好，空中裸中，你还真别说，玛丽暴力摇摆，伤害一般，跟指令头大跳，直接裸空中再取消。哦哟，真别说，小本这玛丽能这么秀吗？两连跳超杀没跟上，再吸，哇，哪里跑？小王西王这边，哎呦，我大风火轮，但不能 AB， 只能起跳的话，这下不好躲。哦，真不好躲。哦，但我好吧，我以为只能被烧到一下。刚想说，如果刚才用超杀那么躲的话，这比例耗不起啊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可以，来看下一回合。你还真别说啊，这玛丽罗莎这么强吗？很强啊。拳王新王这边的不知火逆向裸杀却反，好，空中再跟玛丽暴烈摇摆，落地还能再接个玛丽台风，哟，没接上，晚了一点点，但这个位置擅自删到了，你看这又是高手本能，哈哈，下一次就擅自删过去了啊。看一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手底的半凄凉来了，半凄凉这有大波的呀，不好打，再跟波，再跟，小心，这下后还是被揍，再躲，哦哟，这个速度确实不好防啊，确实不好躲吧，跳不开啊。这玛丽有穿三，我天老爷，小伟啊，好，龙虎乱舞，这下超杀出早了，有点急啊，有点急，大波怼过去，我与还好，这下没跟上，跟上就没了。拳王亲王你在干什么？双方互秀，空中裸对裸，再大波，哦哟，可惜了，不好躲啊。 AB 是非常好躲的，但是想起跳躲啊不太现实，除非能空中你像猴子跳得那么高，对吧？主克拉克更没有什么办法裸杀了吧，空中取消龙虎乱舞，对侧 RP 前大跳，空中截杀，我天老爷，大波霸王降吼拳，再裸，你看看花式超杀，小本这边基本是没什么脾气的，再裸， OK， 小本怎么办？这克拉克白给了啊，白给小本最后一个手底角色金加帆，这金加帆更不好裸呀，都是突进行超杀啊，但是空中有飞翔脚提前落地相杀一波，哦，这下天气霸王拳空中再裸漂亮，哇，这金加帆好像跳的只要比对方高，这个超杀你还真别说啊，有点说法，后大跳还是被裸中，这半凄凉残血的话是有大波的，哇，漂亮，这手超杀过波，但是拳王亲王马上血条闪动，赛罗双方对罗，好吧，后发先至，有点帅有点狂，大波贴脸上，再大，再龙虎乱舞，好家伙，血条闪动，小文只要逮到一个机会，拳王亲王就难受了，两边兜上一丝大波罗起来，根本躲不开，天哪，来看下一局，比分2-1啊，拳王亲王这一局半凄凉反三太精彩了。其实我想的是，对吧，上一局第一个角色比利他那个大风火轮啊真的不好躲的，对吧，而且手比较长嘛，你像那上一局三个角色没有一个长手的，对吧，真没想到啊，来了赛罗跳星拳抢空，这一下没了，就是这个跳星拳，你在干什么拳王亲王，只要打中，只要是除超必杀以外的打中，那就必须要发下，不管是什么，可能谢风都不让抓啊，就算没有伤害的技能也不让，空中裸起来要被血反跑拳，再摸头，哟，没接上，再后跳又被裸了，家伙，再跟指定头抽鞭子啊，也行，无所谓的，伤害虽说不是最高，哟，贴脸压制，但这边超杀两边错开了啊，好家伙，
在袭，拳王君王再躲啊、小稳难受了，没了，稳定连段啊。这龙儿这个版本感觉还是蛮强的，是吧？只要不犯规啊，这拳王君王今天犯规还是蛮多的，对，就都看得出来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的，基本是啊，就像你练了很久的拳击，对吧？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防御交给身体了，对方一拳怼过来，你都不用主观反应，你的身体就自动躲开了啊。这就是人脑啊，非常神奇。好的，指令球再跟，小稳这边是罗伯特，罗伯特也有大波，但是这个大波没有板机量那么强啊。哦，这一下怎么算呢？一方防了，一方出脚了，这怎么算？那看起来是罚下先犯规的，而且刚才也未准是防啊，可能就是好吧，就是防。看一下小稳，这边的卢卡尔、其实没差的，因为刚才如果没防的话也是罚下二 P 啊，你看防是不让的，小稳这边又犯规了，这老卢没了，哈哈。炮拳炮拳，来吃我一电炮。太狠了啊，这电炮在我们这里就是吃我一拳啊，这个意思。OK， 大家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种规则多来啊，爱解说爱看。